更嚟買，年年都嚟嘅。年年都嚟嘅。今年已經好似忍住手冇買到蝴蝶蘭，幾百蚊咯，係啊，六七百蚊。過嚟嘅嚇，買咗花，樣樣都好嘛。聽日就係大年初一啦，唔少市民為咗迎接新年，趕住到花墟買花過年。適逢政府取消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，內地同香港又恢復免檢隔離通關，香港市道暢旺，社會復常，大家終於可以好好拜年。市民會有咩新年活動呢？他哋覺得今年嘅新年氣氛又點樣呢？比往年呢幾年嚟講，今年已經係最好噶啦，多咗好多飯局，同埋往年公司嗰食飯啊，都取消曬，今年間間公司都有飯局啦。多啲嘅，都唔驚噶啦，唔驚得咁多噶啦。氣氛好過舊年啲啦，舊年淨好似都唔敢出門口咁滯。我哋因為我去家族大啊，咁樣變咗咧以前唔敢見咁多人，而家見咯。今年就會聚餐咯，即係一齊食飯都唔驚話，哎呀俾隔離睇到，温根督我哋話，哎有聚餐。今年氣氛睇落都係咗好多，幾有震驚嘅，因為之前都冇遇過咁多人，好啲啊！但其他香港人可能都想即係出街啊、出去玩啊咁樣，所以其實放寬咗對大多數香港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，即係想翻去大陸去探親又可以翻去啦，跟住如果出去玩下喺香港度又可以咁樣做啦。新一年送虎迎兔，市民有咩新年願望呢？身體健康啦，祝香港繁榮啦，有個疫情快啲走啦，大家都身體健康。我想一年過得唔係幾順利，希望今年好啲啦，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啦，然後就可以都可以有進步啦。希望就可以即係加薪。